这是什么神仙组合？天勇与 Lisa 共舞画面又帅又香，感觉要被杀死了。今日 YG 娱乐旗下的子公司 The Black Label 释出了天勇、太阳与 Blackpink 成员 Lisa 合作的新单曲 Shun 最新 MV Teaser。短短十几秒的预告，不能说很帅，只能说超帅。不少赛车场景、酷炫元素融入其中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舞蹈功底，那都是 top 中的 top， 舞蹈界的 number one。从影片片段就能看出 Taeyong Lisa 舞姿干净利落，同时用充满 powerful 预告的尾声 ，Taeyong 的飙高音再次飙击欧尼的心，让人迫不及待想赶快看到完整 MV 了啦。Shun MV 即将在4月25日正式上线，大家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呢？